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曾少凯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看我们最后一集预定论课程的节目。我们上一次开始讲如何在预定论的框架当中明白祷告的真意。主耶稣教我们的那个祷告里面，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要称呼神做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句话是在承认上帝在天上。 预定一切，掌管一切，而整个历史的进程都在他的掌管当中。他的旨意必定要行在地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他的国度必定要降临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已经预定好的。而当我们在称呼他做天上的全能者的时候，我们同时又承认他是爱我们的父神。 他是全能的神，又是爱我们的神。啊，当我们在遭受苦难、失恋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想说，可能神是全能者，他可以阻止苦难，可以阻止恶事，可是他却让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因为他不够爱我们。我们也可能想说，神很爱我们，可是他不是全能者，所以他让这些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。 可是我们在这一系列预定论的课程当中反复强调，预定论所讲的不只是上帝的主权，预定论所讲的是上帝的爱，是上帝那信实不能摇动的爱。他用这个爱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，而我们在祷告里面来到神的面前，称他做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。 其实就是把预定论的这个客观的圣经真理，变成我们主观的与神的个人关系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表达我们对他主权以及他慈爱的信靠，承认他使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我们得益处，而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思想了这样子的信仰。 怎么样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？怎么样落实在日用的饮食当中？以至于我们可以求神赐我们不多也不少，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我们也思想了那句：如呃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，约瑟怎么样？因为相信上帝的预定以及掌管，于是他饶恕了他的哥哥们。 我们今天还要继续思想这句祷告：“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”因为在这句祷告当中，似乎有一个关因果关系，也就是当我们免了别人的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他免我们的债。当我们饶恕那些得罪我们人的时候， 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他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诚然，神已经在基督里一次的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了。可是我们之前的课程当中也有提到，这个罪不只是一次赦免就永远赦免。 他也是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来到基督中宝面前。他不只是一次当做挽回祭献上了，他今天还依然作为挽回祭，当将自己献上在全能父神的右边，继续替我们祈求。 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来领受他这赦罪的恩典，而且这个赦罪的恩典不只是一次又一次，它是越来越丰盛的。它是 once and for all，它是 again and again，它是 more and more。跟我们之前讲到的罗马书第八章、第七章里面那个已然未然的真理是不谋而合的。已经赐下了这个恩典，他也还继续的在赐下，而且会越来越丰盛，直到这个恩典。 完完全全的属于我们，而在这里，我们求父神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似乎在暗示一个因果关系，就是因为我赦免了那些得罪我的人，所以我可以求神来赦免我。那这里就造成一个神学上的问题：难道我赦免别人？ 是我得神赦免的前提吗？那这样子，恩典其实就不光是神的工作，也是我的工作。这样子，我们就落入了所谓的神人合作论当中。可是，我们在这套预定论的课程里面，早就驳斥了神人合作论了。我们所高举的是一种神恩独作论。 m o n a r h i s m 就是救恩自始至终是上帝的工作。虽然我们也强调自始至终是上帝的工作，可是从头到尾我们也有完全的责任。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是一个完全完全的关系。可是正因为它是完全完全的关系，这就在代表并不是我们跟上帝合作，并不是上帝出一份力，我出一份力。所以救恩里面我有一部分功劳，上帝有一部分功劳。我赦免其他人的罪，然后上帝就来赦免我的罪。 预定论教导我们这样子的神呃神人合作论是错误的。那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教我们的祷告，难道不是在暗示一套神人合作论吗？不是说我必须先去赦免别人，我才能够来求神赦免吗？那在这里我们要来好好的思想这一个因果关系。主耶稣告诉我们。 什么样的树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。我们之前在讨论，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蒙神拣选的人？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看我结出什么样的果子。如果我结出的是圣灵的果子，那么我就知道我是蒙神拣选的人。如果我还没有结出这个果子，那么我对我的拣选、我的救恩还不能够有十足的确据跟把握，我还是要打一个问号。 所以，从果子可以看出我们是什么样的树来。假如我们是蒙神赦免的人，那么我们应该要结出赦罪的果子。我们被神赦免，而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赦罪的恩典，这个赦罪的恩典真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去赦免我们的邻舍，赦免那得罪我们的人。主耶稣自己就用了这样子一个比喻。 有一个人欠了很多很多的钱，是他用一辈子也还不清的。于是，他的债主就要把他下在监里面。他苦苦的哀求，那个债主动了慈心，就赦免了他的债。结果，这个仆人出去了，看到他的一个朋友只欠他一点点的钱。 就掐住他，要他还钱，要把他下在监里，逼他还钱。结果那个主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，就非常的生气震怒，于是就气绝了这个恶仆。在这个比喻当中，我们看见这个恶仆没有活出赦罪的生命，他明明已经被呃。 赦免了他，却不赦免别人，其实这个就代表最终他是不得赦免的。那在这里，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因果关系。当基督赦罪的恩典是真实的在我里面，而不光是一个外在的说：“哦，主耶稣赦免了我。哦”主耶稣为我死，真的是我与基督联合。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。 我要结出一个赦罪的果子来。我看见别人得罪我、伤害我的时候，我会像约瑟饶恕他的哥哥那样子去饶恕那些人。而当我活出来这样子饶恕的果子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反过来看我这棵树是怎么样的一棵树。我这棵树是有赦罪恩典的一棵树。因此，我就可以带着这样子的确据来到神的面前。 对神说：“主啊，现在我已经活出了这个赦罪的恩典，而我我还是继续的在得罪你，我还是继续的在欠债。现在求你免去我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”这个这句祷告，并不是我们在信主前的一个祷告。 说：“哎，我们在在信主前，我们要求神赦免；而是我们现在已经蒙神赦免，也结出了赦罪的果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带着阙句，一次又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，知道我们是已经蒙神拣选的人，已经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了。所以一次又一次的求基督中保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这是这句祷告的含义。” 再次的，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预定论的框架底下来理解。再接下来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我们脱离凶恶。这里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，英文的版本大部分翻译成 “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”。在这里的一个介系词是 “into”，进入或者是落入。 所以这句话应该翻译成“不叫我们落入试探”，而不是“不叫我们遇见试探”。因为在上帝预定的计划当中，就是要让我们遇见试探。他不只是不只是允许我们遇见试探，他会带领我们去遇见试探。不然他直接把我们带到天堂就好了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他就他就直接让我们进入新天新地。 我们根本不需要留在这个世界上。这个地上还有试探，我们还会犯罪。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，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，那那段经文有一句话，说是圣灵把耶稣带去旷野受魔鬼试探。在这段经文之前，记载的是耶稣受洗。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他身上。 就充满了他，使他大有能力，使他可以在，在在地上行使他君王、祭司还有先知的职分。他行使这三个职分，都是因为有圣灵在他身上。可是，在他行使这三个职分之前，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带领他到旷野受魔鬼试探。 那有人说啊，那是因为耶稣是耶稣，所以圣灵会这样带领他。哦，我们不是耶稣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不是，所以圣灵会带领耶稣会去受试探。反正耶稣不会犯罪，可是我们受试探，我们是可能不犯罪的。可是圣灵不会这样子带领我们，这里就犯了一个基督论上面的错误。在我们呃好消息的圣空中圣经学院的基督论的课程里面，我有跟各位分享到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。 耶稣所行的一切事情，并不光是他用他的神性去行的，他行神迹，使人从死里复活，宣告上帝的旨意，行使君王、祭司、先知的职分。 并不是按他的神性去行的，乃是按他的人性去行。而按人性行，之所以能够行出来这一切大能的事情，是因为有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，以至于他能够做什么，他应许我们做的要比他还大。那个是指他按人性所做的，我们要做的比他还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身上的圣灵要加倍的在教会里面运行。 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没有建立教会，主耶稣升天以后，圣灵降临就建立了教会。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，很少人听，很少人信。可是主耶稣升天以后，圣灵降下，然后借着使徒去传福音，许许多多的人就信了。同样的，圣灵带领耶稣去。 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也要用一样的模式来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去受魔鬼的试探。注意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不试探人，所以试探耶稣的不是圣灵，是魔鬼。但是，是圣灵把耶稣带到魔鬼面前受试探的。而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这个是。 在这个光景底下，我们并没有脱离圣灵的带领，我们仍然是在圣灵底带领底下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与试探征战，我们可以与情欲征战。我们在试探当中与情欲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最终的，呃，这个胜券在握的把握，最终的确据。我们知道。 尽管现在或许有的时候战胜，有的时候战败，甚至被打趴在地上，甚至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所讲的被过犯所胜，好像在全这个综合格斗技比赛里面被对方压在地上打，可是，在这样子情况底下，我们都可以不放弃。为什么？ 因为知道我们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遇见了试探，然后最终我们一定会胜过这个试探。因为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是得胜有余了，more than victors。我们已经超越了得胜者了。圣灵把耶稣带到魔鬼面前受试探。 我们今天受试探，也一样有圣灵的带领，而试探可以坚固我们的信仰。当我们在上帝与罪恶中间必须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可以有操练，我们可以更加的宝贵。而当有的时候我们被试探胜过的时候，我们会更加的发现耶稣的。 救恩有多么宝贵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被圣灵任凭，以至于我们像浪子在外面吃猪的食物的时候，我们会更加的珍惜富家中里面的福分。这一切都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，所以我们求上帝不要叫我们落入试探，可是不是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。 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软弱，试探太多的时候，我们在试探网络里面，恐怕就出不来了，这是非常苦的一个光景。所以，我们要求上帝不叫我们落入试探的网络。接下来那一句“救我们脱离凶恶”，跟前面的意思也相同。呃，但试探主要是在讲我们跟自己里面的罪恶征战，跟我们的情欲征战。凶恶指的是外在的攻击。 试探以及凶恶是魔鬼要我们远离神的两大利器。试探是利诱，而凶恶就是威逼。魔鬼用威逼利诱要我们去远离神。试探，什么叫做试探？做生意的人看见有后门可以钻，可以去贿赂官员。 哎呀，没有关系啦。反正大家都行贿，这样可以赚很多的钱，赚很多的钱可以奉献给教会，教会可以盖更大的建筑，这最后还是荣耀归给神，没有关系了。哎呀，那个女生很漂亮，多看一眼没有关系啦。我有没有跟她上床，这个叫做试探。什么叫做凶恶？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，这个叫做凶恶。 恐怖分子 ISIS 屠杀基督徒，这个叫做凶恶。魔鬼利用试探跟凶恶，试图要我们放弃信仰。他用试探跟凶恶，试图要说服我们，说我们的上帝并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他或许在天上，可是不是我们的父；或许他是我们的父，可是他不在天上。 他可能是全能者，但不爱我们；或许他爱我们，可是对我们的处境爱莫能助。注意，耶稣并没有说求神让我们免于试探凶恶，而是不落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刚才解释过，不叫我们落入试探。什么叫做脱离凶恶呢？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来明白这句话。 记不记得在丹以里书里面，呃，尼布甲尼撒王铸造了一座金像，要全国的百官去下拜。那个时候，丹以里有三个朋友，他们非常敬畏耶和华，所以不肯拜那个金像。于是国王就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。国王在铸造金像的时候，已经下了那道法令了。 如果谁不下拜，就要丢到火窑里面。而这个国王其实非常舍不得这三个人，因为他们是非常忠心、非常良善又很有才干的仆人。但是，呃，这个君王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！君王一言九鼎，所以不能朝令夕改。君王给他们一个悔过的机会，他们不肯，还是不肯。 拜那个金像，于是君王就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了。这个火窑应该就是铸造金像所用的工具，而这个火窑热到一个程度，那些把这三个人丢进火窑的士兵，在外面就已经活活烧死了。这三个人被丢进火窑之前，国王审问他们，说：“你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不拜我所造的金像？” 这三个人完全不为自己辩护。为什么他们不为自己辩护？因为他们相信神的主权，他们相信这个国王没有权柄来审问他们。所以他们说了什么呢？他们对尼布甲尼撒说：“尼布甲尼撒，这件事我们必不回答你。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救出来，急或不然，even if not。” 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拜你所造的金像。在这里，我们又看见预定论的真理在这里显现出来，就是上帝显明的旨意跟上帝隐藏的旨意。上帝预定这三个人被丢到火窑里面，现在按照他隐藏的旨意，他可能预定这三个人得救，也可能预定这三个人被烧死。所以这三个人说。 上帝能够救我们出来，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安排的，所以急或不然，我不知道明日将如何，可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所以我要顺服的不是不是上帝会不会救我出来，他会救我出来，那我就进去；他不救我出来，我就不进去。我要顺服的是上帝显明的旨意，上帝显明的旨意就是要我。 唯独敬拜耶和华，除了耶和华之外，我不可以有别的神，所以我绝不拜你的偶像。我要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，我不顺服，呃，我我不会顺服你这个不符合上帝旨意的命令。于是这三个人就被丢到火窑里面了。丢到火窑是一件很有深意的事情。 我们以前在讲彼得前后书的时候，看到彼得后书讲基督再来，就把基督再来的日子比喻成一个大火窑。火窑是炼金的工具，金矿里面有很多的渣滓。金矿被丢到火窑里面的时候，这些渣滓就被消化，可是真金却不怕火炼。经过炼金的金子是没有渣滓的，是纯金。圣经就把我们比作纯金。 我们的信心必须要经过炉火的试炼，才能变成纯全的信心。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免于凶恶，不被丢到火窑里面受试探。可是上帝却拯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在之前讲到传福音与上帝的主权的时候，提到了一位宣教士在义和团全乱的时候训道，他就提到了这句话。 神必拯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但是拯,拯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有可能是透过死亡来拯救的。不论如何，上帝一定拯救我们，一定保守我们。而这但以里的三个朋友被丢进火窑里面受试试炼，这一次上帝并没有借由死亡来拯救他们，而是让他们活着走出来。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。 当尼布甲尼撒王去看这三个人在火窑里面烧成什么样的时候，他在外面看见，居然三个人在里面好端端的走来走去，而且尼布甲尼撒王还看到了第四个人，相貌好像神子一样，其实就是神。我们在碰到试炼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说：“哎呀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啊，神在幕后掌管一切，神在天上掌管一切。” 你知道，其实撒旦最喜欢用圣经的话来骗我们。神在幕后操纵一切，上帝远在天边，在天上掌管一切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只是上帝的傀儡而已。上帝远在天边，操纵我们的命运，只为了他自己的荣耀。然后我们在这边受试炼、煎熬，然后他在幕后主使一切。这个上帝不是圣经当中的上帝，这个圣这样子的上帝不是圣经预定论里面的上帝。这是撒旦骗人的话，这个叫做宿命论，这不叫预定论。

Behind, but in all things，上帝不是在幕后操作，不是 behind，是在万事中间、万事当中 in。 In all things，上帝在万事中间掌管一切。那三个人被丢进火窑里面的时候，上帝不是在天上把他们救出来，上帝是亲自走到火窑里面去保守他们。他们的受苦的时候，上帝与他们同受苦。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最高的印证。上帝允许这个世界上的凶恶的事情发生，而最凶恶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 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里面说：“这个是有律法的犹太人借由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凶恶事件。上帝却允许这样子的凶恶发生。”而彼得在那段讲道里面就说：“这个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，这个是上帝所预定的，为了要化恶为善，化腐朽为神奇，化呃呃羞辱为荣耀，化死亡为生命。” 而上帝化恶为善的方式，并不是远在天边，在幕后操纵，是亲自道成肉身，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，有真理，在十字架上面承受人的凶恶，然后在凶恶当中亲自的化恶为善。God works in all things, not behind。十字架是预定论的核心。 从十字架的真理，我们才知道预定万事的那位上帝爱我们，掌管一切。而他掌管一切的方式是爱我们到一个程度，在火窑里面与我们同在，在呃十字架上与我们同在，以至于或生或死，我们并不在基督以外，都在基督以内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。 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啊！主导文除了第一句是称呼上帝，接下来每一句都是祈使句，可是到了最后却变成了肯定句，也成为主导文最后的高潮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。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就是预定论的总结。 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负的，所以我们在地上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可以称他做阿巴夫。 我们可以求他的国降临，也知道这个国必定降临。我们可以借由祷告，在地上过得胜的生活。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不能够胜过我们，别人对我们的得罪跟伤害不能够胜过我们，罪恶的引诱不能够胜过我们，凶恶的试炼不能够胜过我们。借由祷告，我们的信心能够靠着神的主权胜过地上一切的攻击。 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，我们能够胜过日常生活里面的缺乏与需要，能够胜过别人对我们的得罪伤害，我们能够胜过罪的试探引诱，我们能够胜过凶恶的试炼，我们能够在这个崎岖的天路上面过得胜的生活，在地如在天，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是让我们把生命建立在上帝的。 永不动摇的慈爱以及主权上面，我们就用最后呃这样子的信息来结束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。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。